说刚才你的脚应该是抬在头顶上，我在给你唱歌，但是你没有。没有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说这太聪明啊！对，老胡子流泪了。这个老胡子流泪了，真的。老胡子刚才说的很好。你看这二百呢，就弄俩眼了，实在是好费呀。哎，咱们这儿拍什么？是不是那里面那个有一个地方那个？我们平时都不在。没危险，你既然不在这待过，这人你也开心了。